有请 Anthony 预告。我係 Happy 從事音樂製作嘅，咁喺兩年前咧就幫 Anthony 咧作咗首我哋廣告聯盟歌將 slogan 唱出嚟嘅。我想問大家個會員咧應該好熟悉佢嘅公司嘅 slogan 知唔知係咩啊？邊個可以講講咧？有限全球有限為家。唔該 music。咁我今次想唱佢出嚟。有限全方位擴展市場好幫手。有效全方位，擴展市場好幫手。有效全方位，擴展市場好幫手。有效全方位，擴展市場好幫手。就係咁，咁我而家好想介紹啦，因為好有經驗，喺市場推廣做得好好，而且好成功嘅。前輩老師 Anthony， 俾啲掌聲 ，Thank you。好啦，兩年幫我作呢隻歌，咁多謝你。咁就我一路都係做市場顧問同埋市場外判嘅。咁由開始20年前咧，我都係有一個宗旨咧，就係將客户嘅 marketing 嘅錢咧係發揮得最好嘅。咁我只係得兩個目標嘅啫，就係咧幫客户增加生意，同埋幫佢嘅產品是增加的品牌的價值。咁對很多中小企老闆嚟講咧 ，marketing 真係有三個挑戰。第一，佢哋好多時咧太忙，係冇時間去做，或者 even 咧去打理。第二，佢喺市場佢聽到好多聲音，好多選擇，根本都唔知聽邊個係話叫做有效。未做之前咧，亦都好擔心做咗咧得唔得嘅咧咁。咁因為呢個咧就係好多老闆的擔心。咁如果有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咧，就將你哋嘅 marketing 咧外判或者交俾我哋。其實咧，我成日同啲客講 ，marketing 好似踢波，其實我哋嘅一個目的就係想銷售射龍門。咁如果 marketing 做得好嘅公司咧，根本喺銷售唔會有難度嘅。大家睇到蘋果每一次銷售，嗰啲 salesman 咧係接 order 嘅啫。咁如果你哋嘅品牌做得好咧，咁啊 refill 咧亦都會源源不絕，好似太子明咁講，起一條水管，你 refill 同埋啲生意咧會不斷翻嚟，呢個就係品牌嘅作用。咁我而家咧就有五分鐘咧，就會將我過去20年做過有幾個比較我覺得可以介紹俾大家嘅一啲project。咁其中一個咧就係、是。2005年中國石油第一次進入香港，佢哋委託我哋公司咧幫佢咧產品進入嘅市場。我哋喺6個月內幫佢開咗5間油站，同埋完成所有嘅銷售同埋嗰個推廣嘅 promotion。咁呢度咧好多好多 member 都試過咧個亞洲水產嘅綠洲龍膽。咁我哋咧喺兩年前咧幫佢咧成功。搞了一個 marketing 和品牌，咁喺一年之後咧，佢已經可以成功咧，幫到佢咧，我哋啲工具咧係引進咗第二個投資者，盈利聯投資咗5000萬咧，喺流浮山咧呢個第二個二投資，料理處認可嘅優質藥業之一。咁呢間精國際學校咧就有3-4間幼稚園咧，每一年嘅校長咧都係好頭痛嘅，就嚟開學嗰啲有1000幾個家長咧，會走嚟揾佢咧，去解釋佢哋學校嗰個 EI program 究竟係乜咧。咁我哋就有一個解決方案，就用咗3個月嘅時間咧，拍咗揾香港電台一啲人拍咗一套好靚嘅短片，短片就 DVD。咁佢之後咧就幫校長咧慳翻好多好多時間。咁舊年咧，我哋亦都做咗兩個好特別嘅 project 咧，幫美國一間有200個零售點嘅藏屋，佢啲藏屋大約4-5萬蚊一張嘅。咁我哋幫佢做咗一個記者招待會同埋開幕典禮。咁跟住喺6月咧，亦都幫 IBM 咧，佢哋每5年咧就揾我一次啦，搞唔掂嗰啲嘢。咁舊年咧就幫佢揾咗喺2個月裏邊，從《星島日報》咧就搞咗一個供應鏈高峰論壇，係。
行內裏面所有 CEO level 啲人有百幾人，呢啲咧係我哋其中一啲 client， 咁有啲好多 BNI member 咧就冇擺落去，好多謝你哋先。咁我需要嘅 referral 咧，其實就三樣嘢啦，就係想增加生意嘅公司，或者有 project 想外判俾我哋嘅公司，或者想重建品牌嘅公司。第四咧就係好多 BNI member 啊，做好客嚟翻嚟，做曬綠燈，仲要更多生意嘅咧，都可以嚟揾我嘅。咁我今年年頭咧就做咗一個好特別嘅 project， 就係咧幫我哋一個 member 朱古力嘅 pad 咧，就做咗一個新產品嘅 marketing pad。咁我而家睇下 pad 咧，有少少介紹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就我係批發比利時朱古力㗎啦嚇。咁但係因為都做咗一段時間嘅批發啦，咁都覺得就係時候，即係覺得個市場成熟同埋對自己個產品嘅認受性就已經高咗，就想向前啦。做咩咧？當然係講緊做零售啦。咁但係自問咧就自己嗰、那個計仔就多多，但係你要我好仔細咁寫落嚟咧，真係唔得掂。自己的文筆又不好咁樣，咁啊揾上 Anthony 去幫手啦，咁樣就寫清楚一啲嘅細節上面嘅嘢，或者可能要注意嘅嘢啊咁樣。咁有好處喎，第一自己可以跟住某一啲嘢去執行嚟到做，第二最緊要係乜嘢呢？生意要向前，除咗自己有貨之餘，仲要咩？梗係要有水啦，咁樣跟住揾水喉啦，咁樣。其實我會覺得就係、是有個幾好嘅嘢，就係、是、當自己真係將一啲好清晰明確的目標寫低落嚟之後咧，呢、這個有趣事情就會發生。咁最近就有個真真正正啦，真係有個水管啦嚇，就即係透過幾層嘅 referral 之後咧就翻嚟。咁最近已經係開過會，就覺得大家都有合作嘅空間。咁未來最有可能開到店的地方就應該是在尖沙咀區或者是香港區，而且這個目標是大家都在 target 緊，就是明年五月的。所以但是如果你最當初有 idea 沒有人幫手去將它寫出來清晰明確的話，其實有機會這件事是未發生的，所以都其實很多謝 Anthony。 好，很多謝大家。其實呢你放心，我曾經跟一個公司寫一個 marketing plan， 他是在美國拿了幾一個很大的幾百萬美金的製作費。